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小孙超爱吃。今天我们吃大肘子，看这是我刚刚卤好的，还冒热气呢。用的是咱们家的这个卤肉包，今天下单呢，拍一单，我给大家再送一单，一共发两袋，里面是20小包，一小包就可以卤4到8斤肉。卤肉的时候呢，还可以放一些鸡蛋进去。我们先吃肘子。肘子皮